色流。各位聽眾你們好，咁又係通識流流嘅時間啦，講錯，聽錯通識牛添，咁樣樣，咁樣㗎。今日咧就又有呢個科學系列啦，咁就科學系列咧，即係基於我同阿 Toby 嘅聯絡方法嘅緣故咧，大家一定會好留意到，就係呢個科學系列咧係我哋咁多系列裏面咧 update 得最快嗰個系列嚟嘅。冇錯，因為科技實在太先進了。冇錯啦，即係調翻轉啦，原來咧，我同喺一個根本唔喺香港嘅人咧錄音咧，係仲容易過同一堆係根本都喺香港人錄音嘅。即係可以解釋到，其實喺外國人係好得閒嘅。又唔係嘅，咁我哋都係即係都好，即係都好想肩負起一個責任，就係都想即係將我哋嘅知識。真係都即係傳播俾大家，咁喺個過程裏邊，咁我哋都真係互相都有學習，即係互相學習嘅時間啊嘛。係。咁樣樣啦嚇，喂，即係我發覺用 Skype 真係好順嘅啫。係咧，下次都要用呢個啦。OK， 係啦係啦，咁樣樣，喂，咁啊閒話唔講啦，咁我哋今日講乜嘢啊？今日就講大家好中意嘅核能。大家好中意核能，我唔中意核能啊。Okay.其實應該是話大家好驚嘅核能先有。原來係咁，其實我都唔係好驚嘅啫。我一啲都唔驚啊！但係大家聽到個核字咧，都已經驚一驚嘅啦。講埋個能字咧，就嚇到飆尿添，隨時。好似太誇張。佢係誇少少嘅，算啦，問人多大話。啊，不過講之前咧，對我哋之前講量子力学嗰一集。作少少修正先，因為我發覺我有樣嘢記錯咗，係啦，就係講黑體輻射啊，都係輻射啊，就講嘅時候話黑體個定義咧又啱啱調轉咗，我嗰陣時就講話黑體係將所有光反射啊嘛，其實唔係，係將所有光吸曬而唔射翻出嚟嘅，就先叫黑體。嗯，咁啊合理好多對呢個理論。睇嚟我當時係冇乜點聽書，因為我係竟然發現唔到呢樣嘢。唔緊要啦，都唔係好明噶啦。對一啲第一次接觸嘅人嚟講，應該唔會話太明嘅。聽完真係好似講聽故仔咁咯，所以捉唔到錯處好正常嘅。如果你係同我講話喺一嚿黑色嘅嘢咧，係反射曬所有光，所以黑色咧，咁我應該即刻 spot 到嘅。但係如果同我講話輻射咧，又黑體又輻射咧，咁我就會棘咗少少啦。啊哈啊哈！咁啊啱啦，咁我哋就嚟緊咧，又講下乜嘢叫輻射。係，咁啊，你會釐清咗究竟點解你會咁樣諗啦？啊，係啊，好，請講。咁係啦，請講。首先咧，就不如問下 Otis 先啦。OK。係啊，好簡單啫，乜嘢係輻射？我啱啱先問緊你，你又問翻我。輻射啊！輻射咪係一啲好高能量嘅嘢咯，俾佢穿過咗個嗰啲有機嘅啲生物嘅細胞，咁會殺死個細胞，咁就會咁人會瓜老襯啊，咁或者會生 cancer 啦，搞到。我只能夠話你兩成啱嘅啫，依度。我得兩成啫，哇！比我想象高噶啦，幾乎我原本以為係你嚟就話錯曬咁。又唔會咁。讀得咁多書，聽得咁多，都應該識識地啩，識唔曬就唔出奇嘅。哈哈哈！咁啊，真係要靠你啦。係啦，咁一直都想釐清呢個概念啊，因為成日都聽人講咧，一講輻射就好驚，但係我成日都想問，究竟你知唔知咩叫輻射咧？嗯，其實我覺得喺香港，我諗喺街捉十個人問，我問同一條問題，答啲答案咧，我諗應該同阿。我對 Otis 哥評價應該分別不大。都好，我都係錯。我都係 S 嚟嘅。我嘅竟然係咁。或者原來我算唔錯啦，原來。我覺得唔係讀理科嘅人嚟講，特別係大學讀理科啦嘅人嚟講，其實你嗰個答案都算合格噶啦。啊！但係未足夠咯。我明白。即係我標準嚟講係未足夠，要學多啲啊。係。係啦。所以揾你咯。講翻正題啦，我哋講得太遠。O K。講翻咩叫輻射啦，真係。咁其實輻射咧，從個輻字嚟睇，知咩叫輻先？Otis， 你知唔知中文輻
是为什么呢？幅，幅是量字来的，有一幅画两幅画的嘛。不是那个幅。是哪个幅、啊、你那个幅是幅射的幅是车字边的。蛤，我现在才知道。我搞错了。这些真的要打开游戏。原来是没读过书的，我是。啊，你发现了。你发现了我是没读书的。是原来哦这样的。搞定了 Otis 了、啊、讀穿了他，原來沒有讀書的、啊、原來沒有讀過書的、又回去中學讀過唉，好啦好啦，唯有是這樣啦，希望有中學生我啦希望沒有小學讀起的我沒有啦，已經學做了東西了我不要說笑了，說回正題 Otis 不知道，我說回啦，福其實是中文字呢，是車胎那條鈴的意思，即是什么呢？嗱，想下平时搭车啦，或者巴士啊，或者私家车咧，跟住嗰条车胎中间咪有啲银色嘅嘢嘅。中间系啊系啊，即系外边系橡胶黑色噶嘛，跟住中间系银色噶嘛。系你系通常啲车胎都系咁。但系就唔系连埋个盖嗰个啊嘛。系啊，唔系连埋盖嘅，就唔揭开个盖啦。咁中間見到一啲有啲窿啊咁樣噶嘛，嚇、啊！咁但係咧，依個係現在嘅設計，但係依個字係古字嚟噶嘛，即係古代已經有噶啦嘛。係。咁古代嘅設計啊，要睇翻古代嘅設計咧，就係圓圈啦，跟住圍住個中喺個中間就係個軸啦，跟住軸連住外邊個圈咧，就係一啲直線喺度嘅。咁啊，有個好似有個。軸中心度散出去，散到個外邊嘅圓形嗰度。哦，咁呢個就係輻啦，擴散咁嘅意思。係啦，所以輻射嘅意思就係咁樣擴散出去嘅能量啦，或者係一啲物質啦，就叫輻射。嗯，最廣義嘅定義嚟嘅呢個，即係所有咁樣放出去嘅嘢咧，我哋都可以叫佢輻射嘅。嗯，咁現世。啊！依、這個宇宙啦，或者乜嘢可以定義做輻射咧？咁啊，好多嘅。譬如話，我哋之前電磁力學講啦，電磁波全部都係輻射嘅一種嚟嘅。係係係，呢個係啊，我記得。係依個係啊。咁仲有好多其他啦。咁啊，依家慢慢介紹。咁介紹之前咧，就先將輻射分類先，因為太多啦。分類。第一類就叫做離子化輻射，第二類叫做不離子化輻射。啊，唔知個中文譯名啱唔啱啊？離子。英文係叫 ionization 同 non-ionization radiation 啦。啊。係啊。咁啊，咩叫離子化先啊 ？Otis 有冇聽過？冇，負離子直化我知。係啊。其實接近嘅，不過離子係另一樣嘢嚟嘅。離子就 ion 啦。係啊，係啊。咁 iron 就係、是、意思咧，就係首先嗱，我又攞翻一個叫咩咧？原子結構係啊，原子結構出嚟先。嗯。咁啊，我哋最簡單啊，中學嘅概念啦，一個原子個結構咧，就係、是、中間有粒核心啦。咁核心咧就由中子同埋proton。proton 中文是什麼我都人記得咗而家。原子核啊？真係唔記得喎。質子。啊，係。係維基百科即刻幫到我啦。係質子，冇錯啦。係啦，質子同中子。咁啊，喺個核心啦，中間黐埋一齊啦，一紮質子同一紮中子。嗯，係啦，跟住外邊咧有啲電子圍住啦，咁一個依個係一個原子結構啦，最基本嘅。咁而離子咧就咩意思咧？嗱，咁外邊有啲電子噶嘛，咁我求其掹走有一粒咧，咁咯，嗰粒原子咧我就叫佢離子啦。O K。系啦，呢个就系佢嘅定义。咁啊，总之嗰粒嘢俾人掹咗粒电子咧，
就叫正电正离子，如果俾人加粒电子落去咧，无啦加粒咧就叫负离子。哦，咁样。系啊，咁而呢啲辐射咧，通常都会变正离子多啊，不过都有可能会变负离子啊。不过 anyway 啊，总之就离子就呢个概念啦。就咁嘅，系啦。咁啊，点样整到佢咧？就点样整到正离子啊、负离子，通常都系同能量有关啦。你咩加啲能量落去俾啲电子咁啊，可以喐得快啲，咁佢咪走咯，可以。咁啊，變咗正離子啦，或者你直接打粒電子度，打粒電子度，粒原子度，咁啊變咗負離子咯，咁樣啦，啊好多子啊，係，跟住咧 ，Otis 暈咗未？我仲跟到，我仲跟到，係啊，好似有啲暈暈地，嗯，咁啊，係講慢啲啲啦，可以，係，不過係啦，咁咧，咁啊先講下呢、這個不離子化的輻射乜嘢先啊？咁啊，首先咧就有一大部分的電磁波咧就係非離子化的，係一大部分電磁波是非離子化的，係啦。咩叫非離子化啊？非離子化就是不會做到頭先離子化嗰啲嘢，就叫非離子化啦。哦，即係唔會有啲正離子啊、負離子出現的，就叫非離子化啦。係啊，係啦，嗰啲譬如啲。電磁波打落去咧，係會出現頭先講啊正離子、負離子咧，咁我就叫非離子化嘅輻射啦。哈哈哈！咁啊，會出現我就叫離子化輻射啦。嗯。咁啊，通常咧個頻率比較低嗰啲咧，都唔會係離子化輻射嚟嘅，即係話電磁最低頻率嘅係嗰啲叫。無線電波啦，無線電波就嗰堆咧就最低頻噶啦，已經係，跟住再高頻啲咧就微波，再高頻啲咧就係紅外線，再高頻啲咧就可見光，再高頻啲咧就紫外線，咁依堆咧都唔係離子化輻射，就叫非離子化輻射，因為人能量唔夠高，啊？即係因為能量唔夠高。係啊，能量唔夠高，係啦、就離子唔到。咁啊，係啊，離子唔到，咁所以依扎咧就係一啲對人好安全嘅輻射啦。係，即係不會造成任何影響嘅。係啦，咁啊，如果光對我哋造成影響都幾大鑊㗎。係喎，嗬。係啊，會唔知點生存啊？應該都死咗好耐㗎，你係都。連光都頂唔住嘅話，都唔知點做啊！點生存喺個地球之上咧？係咯，係啊。但係就其實，譬如話喺宇宙裏面有好多輻射啊，嗰啲嘢都係對人體有害噶嘛。但係其實即係嗰啲咧，嚟緊會講嗰啲都有，嗰啲好多添。哈哈！嚟緊會講啊，咁啊，先講埋呢個非離子化輻射先啦。咁啊，主要係依堆啦。如果我哋日常會接觸到嘅，但係仲有一隻。可能大家都聽過，不過唔知咩嚟，叫中微子。中微子。係啦，咁啊叫 neutrino 啦，英文。嗯。啊，係一啲又係啲比電子仲要再細啲嘅，好似嘅嗰啲叫啊中文係咩？唔記得咗。Elementary particle。係啊。Elementary particle 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係啦，基本粒子嚟嘅。咁啊，咁佢咧對物質嘅 interaction 係啊，對 interaction 好弱啦。咁所以咧穿過咧，即係穿過所有嘢咧，好似冇發生過所有事咁嘅，直行直過。咁啊，所以佢就唔會更加唔會有 ionization 啦。即係佢係即係呢啲子係太細細粒啦，即係可以喺任何物質之間穿過都得嘅。你可以咁理解啦，同埋好輕啦，啊，哈哈哈，好輕啦，同埋，同埋最緊要嘅佢係佢本身對所有嘢都係冇 interaction 咁滯，佢自己呢個特性嚟嘅呢個。哦，咁犀利噶。係啊。咁當初啲人係點發現佢噶？有樣嘢叫 neutrino oscillation。
咁啊，簡單啲嚟講就係佢咧會變咗另一啲嘢出嚟。咁咧從依個反應咧，即係從依個現象咧，我哋睇到應該有尿酸到呢件事啦，咁樣啦。係。係啊，係啊。哦，咁樣樣嘅。嗯。即係你估嘅啫，其實睇唔到嘅。係冇可能睇到嘅。太細啦。對佢同佢係基本上完全對所有物質係唔會有 interaction， 唔會有任何嘅。交流啊！太犀直播，太犀利啦！真系咁都發現到，系啊，發現到一樣係同你係冇關，你完全冇可能有關係嘅嘢，係完全冇可能有關係。而依樣嘢係每一秒都係咁穿過喺我哋嘅，所以大家都唔使咁驚。嗯嗯嗯，但呢個就呢個都唔係輻射一種嚟嘅呢個。依個係輻射一種，廣義係最廣義嘅輻射，最廣義嘅輻射咧，佢都係輻射。是就知道，但是咁啊，叫 long analysis 咁啊，即系好鸡噶啦，即系一个常人嘅语言嚟讲就好鸡啊。嗯，就唔会对我哋有咩影响嘅。系系啦，咁啊系啦 ，long analysis 就讲完，咁啊讲 odd analysis 啦。咁啊，头先阿 Otis 所提嗰啲宇宙辐射咧，就绝对系依一种嘅其中一种啦。哈哈哈！咁我逐節逐正逐樣講先啦，有幾隻嘅。咁啊，第一隻咧又係電磁波，不過咧係高頻版。電磁波高頻版。係啦，就係、是、依、這個 X 光啊嗰啲。係啦 ，X 光嗰啲嗰啲叫咩？紫外線以上嗰啲咧，紫外線咧、啊、再高頻啲就上到 X 光啦，再上啲咧就叫 gamma wave， 伽馬射線。伽馬射線。系啦，咁啊，依扎咧，依兩隻咧，都係 annihilation 嘅輻射嚟嘅。有冇得勁過伽馬射線啊？冇噶啦喎，個定義嚟嘅喎。哦，即係基本上伽馬射線 by definition 最勁抽噶啦。係啦，咁啊，計翻能量嘅啫，咁啊，係啊。O K。係啊。係啦，咁咧，另外咧，仲有比較常見嘅，都唔可以話叫常見嘅，平時都唔會見到嘅。不過係會常發生啦，常發生嘅就係有個叫 alpha 同 beta 嘅alpha beta particle 啦 ，alpha 粒子 beta 粒子，嗯，呢兩隻都係輻射放射性物質啦，係嘛？放射性嘅粒子啊，係係係，因為個名嚟嘅 alpha 粒子同 beta 粒子係名嚟嘅，哦，唔係代號嚟嘅。不是代是它的名字的。OK。咁啊，一陣間會長講下 alpha beta 加埋乜東東嚟嘅。OK。因為最主要的輻射咧，或者係我哋啲人成日講，或者報紙成日講話有輻射好危險嗰啲輻射咧，通常就係講緊依三隻啦 ，alpha beta 加埋。嗯。係啦，就唔係我哋講咁廣義嗰啲輻射嘅，即係依個最狹義嘅輻射咧，就通常就係講緊 alpha beta 加埋。哈哈哈。都系最狂衰嗰啲啦，即系对我哋冇影响，我哋嚟做乜鬼嘢啊？啊，当然啦，你又啱嘅。即系当然你又唔同啦，因为你要读噶嘛。我梗系啦，我冇得讲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叫中子咧。如果个一粒粒咁放出嚟咧，最后系好高速嘅话咧，都系一只辐射嚟嘅。啊哈啊哈！有冇害啊？咁啊，呢啲会。在这个核电厂会发生的，因为这个核裂变呢是会产生这些中子，而且挺高速下的。哦，是啊，平时呢在自然界好像很少会发生这件事。如果会就大件事啦，会就即是你说你无时无刻，会都不奇，但是不多，身边都有个核电厂在附近这样。不多，有都不奇，不多。哈哈哈，咁最后想讲咧就系头先阿 Otis 讲嘅宇宙射线啦 ，Cosmo Ray， 系系啦，咁呢只咧就除咗宇宙系宇宙嘅辐射嘅来源啦，亦都系地球嘅辐射来源之一嚟嘅，系系呢只嘢，咁呢只嘢主要个里边个馅咧就系质子嚟嘅，一啲好喐得好快嘅质子嚟嘅。系喐得好快嘅質子，系啊，主要啦，咁但系仲有其他唔同種類，阿巴、貝塔、伽馬都會有嘅，系，系啊，
都會有嘅，但係主要係質子。咁啲質子如果喺宇宙中到咧，都咁啊，又係 annihilation 啦，咁啊，就唔科好嘢啦。咁有咩唔好咧？陣間會講下啦。咁而如果啲 cosmic wave 咧嚟到地球咧，咁啊嚟到大氣層啦，咁啲大氣層嗰啲粒子啊，啲空氣粒子咧會吸咗佢噶嘛。咁但係咧。但是呢你不要那麼開心以為吸了就沒事，但它其實是會變成其他東西，因為撞下來撞去之下，最後呢通常呢就會變成做 Gamma Ray Gamma Ray 是的，所以也都是做它也都是一個怎麼說呢，其中一個供應商來的，在一個地球輻射裏面，地球的背景輻射其中一個供應商，佢係啊，應該有好細影響啦，因為我都冇乜冇乜人有事嘅，係咪？咁影即係都係嗰句啦。如果你連背景輻射都頂唔住嘅話，你點喺地球生存呢？係你講得啱。係啦，呢個進化嘅時候已經搞掂咗呢件事，應該明白。咁啊，對人對動植物嘅影響唔係好高啊，咁但係佢係絕對係。我想應該三成都是來自這裡，三成來自這個宇宙輻射，對了，也都解釋到為什麼搭飛機是會用吃多些輻射的，因為又近這個的太陽太空的嘛，對了，近一點又稀薄一些空氣，是的，是的，總之近一點已經容易一點中了，你啲嗰啲輻射唔可以去到好遠噶嘛，一陣會講下會啲輻射係唔可以去到太遠嘅，哦，係啊，即係會消散曬嘅，係啊，會唔見咗噶，係啊，係啊 ，OK， 係啦，咁啊，不過嘥 bad 啲講下啦，其實呢個叫咩宇宙輻射嘅發現都幾有趣嘅，即係開頭咧啲人發現咗輻射啦，又知道有背景輻射啦，但係都有拗。究竟背景輻射喺邊度嚟咧？跟住開頭啲人咧就話：應該喺啲地球嗰啲石啊，或者土地上本身發出嚟啦。係。但係又唔係喎，度出嚟啲有啲人坐架嗰啲叫咩啊？未有飛機啦，嗰、那個叫熱氣球上去嘅時候咧，就度發覺唔係喎，度當啲熱氣越嚟準之後，就度到上面咧係仲勁過地下嘅喎。係。咁啊，所以開始就發現咗 cosmic wave 呢樣嘢啦。喺太空嚟噶，原來係太空嚟嘅，原來唔喺地球嚟嘅。就係咁啦。咁啊，呢度簡單都幾簡單，但係好詳細咁解釋咗輻射係乜嘢，同有啲乜嘢叫輻射啦。係。係啦。咁嗰啲咩叫咩放射性物質食咗又會好大鑊嗰啲嘢係咩嚟噶？那些呢就是放射性物質呢，就是一些會放輻射的元素，是的，現在接下來就介紹了，現在就介紹了，因為我現在想介紹一下呢 Alpha Beta 加上什麼東東，那要什麼東東呢，那就解釋到那些放射性元素了。那首先我又拿回一個原子結構出來先，是原子結構有中子、啊、質子、啊、電子、啊、是我們不要理電子先，是我們只看中子和質子，所以這件事叫核，所以核能就是這樣，就是你、就是、主要發生的事就是在一個核心裡面，是那呢為什麼會有這個 Alpha Beta Gamma 呢，就是有件事叫 decay 衰變，衰變，係啊，咁衰變係乜東東咧？咁啊，首先講下 alpha 先啦。咁啊，alpha 咧有個好實在例子嘅，就係、是、大家都聽過啊 ，uranium， 咁啊有元素，係有元素。咁本身咧，佢嗰、那個中子嘅數目啊，唔係係質子嘅數目咧，係有238，最多在地球上最多發現到的是有是這一隻，我們叫有238，
有二三八，系啊。咁呢只嘢咧本身咧都唔系一啲话好稳定嘅元素嚟，我哋叫稳定咧就系话佢长年都唔会放辐射嘅，即系唔会发生呢个 decay 呢件事嘅。咁啊，佢就唔系话啲长年都好稳定嘅，佢系会少少咁放啲alpha particle 出嚟嘅。哈哈哈！咁由原嗰叫咩啊？由有元素嗰个核心里边咧，就甩一粒alpha particle 出嚟。咁变相即系咩咧？就系甩一个一粒 atom， 唔系讲错，一粒 particle 系有两粒中子同埋两粒质子嘅。一粒 particle 有兩粒中子，有兩粒質子。係啊，係啦、啊。係定嘅呢個四粒咁樣就放出嚟啦。O K。啊，咁佢本身嗰個 uranium 咧就會變咗變一個元素噶啦。係啊，係啊，就叫唔記得名添 ，T H 啊，我就係記得。係唔理啦，跟住係啦。咁依個就係、是最點啊？最典型嘅一個核衰變啦，就係、是、元素 A 跟住甩啲嘢出嚟，跟住變咗元素 B。係即係原本嗰粒個原本嗰粒粒子變咗第二樣嘢。係啦，冇錯。原本嗰個元素嗰、那個原子咧，係本來係元素啊，應該話嘅係你知咩叫元素先？元素係即係冇得冇點講啊！即係譬如話 H2O 咁 ，H 咪元素咯 ，O 咪元素咯 ，H2O 就係 component 啦嚇，咪 compound 定 component 啊 ？compound 係啦，即係合成物噶嘛。即係元素就係唔可以，即係喺化學嘅定義裏邊，你唔可以再分殼噶啦嘛，唔可以再細分噶啦。係啦，但係我就正想問啊，喂，咁你可以變第二樣元素嘅咩？係可以噶。哦，即係元素都唔係好圓嘅啫，元素仲可以變第二樣嘢。其實喺化學上係唔能夠分割啫，但喺物理上係絕對可以再分割、再分割嘅。即係中子都可以再拆，質子都仲可以再拆過你。哦，即係原來係物理學屈咗機啊嘛。係屈曬機。嗰個唔同嘅，其實個物理同化學個專注唔同嘅，化學專注係嗰啲元素外圍啲電子點樣。點樣黐埋一齊啊？即係黐埋一齊，我哋叫 form bonding 啦。黐埋一齊啊！黐完之後，跟住會發生啲咩事啊？佢哋關心呢啲事啊嘛，但係我哋又唔係嘅，我哋又唔止嘅，我哋乜都睇曬嘅，我哋了解。係啊，咁啦，係啦，咁元其實元素就分唔開啦。咁仲有個定義嘅，本來就係定義。但應該話點樣界定每一粒元素係叫乜名字，係有個定義嘅，就係睇嗰個質子個數量係幾多少。有238粒質子就叫238啦。咦？係唔好意思，講錯咗。238係質子加中子嗰個數量，唔好意思啊。我都覺點解講嗰下啲講得奇怪嘅 ？OK 係依個 uranium 咧，本來係有92粒質子嘅，咁啊再加埋其他咧，即係咁啊加多百零粒咧，中子就變238啦。係啦，咁啊係啊，講錯咗唔好意思啊，咁所以個定。元素的定義咧就係佢有幾多粒質子咧，咁我叫佢嗰個元素就某個名，咁譬如話 hydrogen 氫氣咧，咁啊有一粒質子，咁我叫 hydrogen。係。有兩粒質子咧，我哋已經叫 helium 啦，就唔會叫 hydrogen 啦。係。嗱，但係咧中子又可以好多粒都得嘅。好多粒都得，即係理論上，即係唔係定義上啦。理論上唔係無限粒都得㗎，就係定義上你一粒中子一粒質子，跟住你跟好多粒中子，咁嗰粒嘢我哋都叫 hydrogen 嘅。
只不過可能個名誒、可能唔係叫誒、一個蝦醋醬，可能叫唔知六個蝦醋醬，咩六蝦醋醬咁啦，即係 H 六咁樣啦，即係頭先話有二三八咁嘅意思啦。係啊，即係有二三八同其他嗰啲，可能佢有啲誒唔係可能，佢係有啲誒、其他粒誒、其他佢係有啲樣咧。個中子數是有少少不同的，咁我叫同位數，就是話質子一樣，但係中子啲數量是有少少不同的。O K， 係啦係啦，咁啊，依依啲係個定義啦，釐清下先，係啊，係係係，跟住咧，係啦，係啊，跟所以就話誒 alpha decay 咧就係咁樣啦，由一個有二三八就甩咗一個。Helium 咁嘅成個 Helium 咁啦，頭先咪話兩粒電子啊，唔係兩粒中子兩粒質子嘅，咪即係 Helium 啦。嗯。個 Helium atom 咁抖出嚟，咁咪叫 alpha particle 啦。咁呢個 alpha particle 咧，咁啊係輻射粒子嚟講，已經算係最大粒噶啦，同埋係帶正電嘅。咁有兩粒，因為佢係兩粒正嘅質子啊嘛，喺裏邊。係啦。因為 alpha decay 啦，依個咁咧，之誒咁啊講下 beta decay 啦喎。咁啊 beta decay 咧就過癮啲嘅。咁啊，你誒有粒元素咧，咁佢裏邊有啲中子啊。咁如果嗰粒元素唔係好穩定咧，嗰粒中子咧係會。變咗做另外一樣嘢，咁啊又 decay 啦叫，咁變咩咧？就變一粒誒、質子，再加一粒電子，再加多粒誒、叫 anti neutrino 嘅嘢，咁啊可以當 anti neutrino 冇到啦，因為唔係太影響誒嗰、那個。即係 radiation 嚟講，佢唔好影響啦。咁我哋唔好理啦，就係睇電子先啦，同埋質子先。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佢，即係話你依家咁樣咧，一個元素咧發生一個 beta decay 嘅時候咧，就變相就係佢依家就食，佢就生咗生多咗粒。少了粒中子但是生多了粒、質子出嚟，然之後咧仲放粒電子走添，可以生出嚟嘅啲中子，又唔係，因為佢本身即係個元素裏邊本身有粒中子咧，就變啦，變咗，佢又變咗一粒質子。跟住再加一粒電子，係咪位？係我喺度。係，係啦。咁呀，依個就叫 beta decay。咁嗰粒電子咧飛出嚟嗰粒電子，我哋叫 beta particle 啦。咁啊，啊 beta 粒子。係。咁啊，有個好實質嘅例子嘅就係依個 cesium 啊，同埋硒元素啊。是好記錯中文啊！識一三一嗰啲啊，成日講啊，我冇睇啊，我冇記錯呢個報紙啊、新聞啊。又係講咪識一三，咪識一三一咯。啊，係咪一三一？我都唔好穩定。我記得啊，我記得係識一三一，又係識一三一。太多同位數。Anyway 啦，咁啊，依隻嘢咧，佢會自己咧會 beta decay 嘅。咁 beta decay 咗咧，咁咪食多咗啲，咁咪多咗。多了一粒叫咩啊？多粒質子咯，咁啊變咗零，已經變咁啊。頭先嘅定義就係咧，多粒質子，咁咪即係變咗另外元素咯。係啦，咁啊，佢變咗做BA， BA 係唔記得咗算啦。BA 係變咗 BA， 好似係 beryllium 啊。OK， 跟住再加一粒 beta particle， 即係粒電子。系啦，咁呢个就系 beta decay。系啦，呢个比较好，可能太 technical， 可能唔好明。不过
其實好重要啊！對，你即係認識呢個輻射究竟乜東東同對人有咩影響，好重要嘅。即係總你唔明話點樣變咗粒咩元素唔緊要，最緊要就係你知道一粒元素嗰粒係我哋叫佢做放射性元素咧，咁佢就會唔穩定，咁唔穩定咧就會掟啲嘢出嚟，就令到自己穩定啲。系啦，系啦，咁就而令佢自己穩定啲嘅手段咧，主要有三種啦。頭先係講 alpha 啦，跟住又講 beta 啦。係係係。咁啊 ，alpha 係正電正帶正電嘅大粒粒大粒粒子。係。咁啊 ，beta 係一粒電子，一塊負電嘅。係。咁啊 ，alpha 係咩咧 ？alpha 簡單啲 ，alpha 通常咧就唔好關中間個核子嗰個核心事嘅，就唔係話唔關係啦，但係冇咁大關係啦。就入多時咧，都會係外邊佢外圍電子咧能量比較多，但未佢又未去到話可以走得粒出去啦，走咗出去叫 ionization 啦，又未到呢個環境喎。跟住咧。咁樣能量太多又係唔係太穩定啊嘛？喺物理角度、物理學角度嚟講，即係話同阿放阿 Otis 喺個山上邊，我篤一篤佢，佢會容易碌落山嘅意思一樣嘅。OK， 係，即係你俾啲刺激佢咧，佢就會變噶啦，即係咁樣就唔穩定。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佢咁啊，為咗穩定啲咁，唯有阿 Otis 就唯有碌落山啦。系啦，咁落山嘅时候咧，咁啊要放能量出嚟啦。咁啊对个元素嚟讲咧，咁放啲能量出嚟咧，就放啲EM wave 出嚟嘅。咁啲 EM wave 啲能量系好高啊，能量好高即系个频率好劲啊。咁啊即系放 gamma wave 咯。OK， 系。系啦，系啦。咁啊，主要就要三种啦。是跟住咧，跟住就講下點啊？佢哋三種特性先啦。三種嘅特性係。係啊，三種特性。咁啊，頭先都講咗啲正電啊、負電啊嗰啲啦。咁啊 ，gamma wave 就係光，即係光子啦。我哋如果量子力學嚟講，就係光子一種啦，就唔係。帶電的啦，冇電噶啦，係啦。咁而我哋最concern嘅係咩咧？就當然係佢個穿透力啦。係係啊，我諗大家都好concern噶。即係因為穿透力強啊嘛，先至好容易會中招啊，就會打嘢啦噶嘛。係啊，就好吊鬼地咧，就點講咧？真係好吊鬼啊！首先咧就講 alpha 先啦。咁 alpha 咧，佢嘅穿透力咧就好雞嘅啫。其實係咩意思咧？就係、是、你擺張紙喺一個會射 alpha particle 嘅 source 啦嘅來源咧，擺張紙，只需要擺張紙喺度，你就會發覺你喺紙後邊係度唔到任何嘅 alpha particle 嘅已經。哦，即係基本上穿唔過任何嘢咁就係紙都穿唔過嘅。即係穿唔過紙啊，穿好好難穿得過紙啊！你我又唔可以話佢力完全穿唔過嘅。哈哈就係即係但係九擋咗九成九咯，用張紙已經可以。係係係。係啦，但係咧，佢個 ionization power 係最勁嘅，即係個離子化個力量最勁嘅，因為佢本身大粒同埋個。電荷是單異性的，即係所以俾佢打中咧，其實個效力是很勁的，就知但係佢係好渣嘅啫，一張紙都擋到，即係譬如你一件衫，你應該可以擋到佢啦。係係係係。或者你行遠啲咁多，你都可以已經唔受佢影響啦。係係係。如果佢空氣傳播距離大概係十 cm 到嘅啫。哦，即係一把間尺都冇。係啊，係啊，所以就。只要行遠啲咁多咧，就冇事噶呢只嘢。即係好 cheap 嘅啫。係好 cheap 嘅啫。另外咧 ，beta particle 咧就勁啲。
咁你想揾嘢擋嘅一張紙係唔夠嘅，你要揾攞塊鋁板出嚟擋住佢咧，咁就擋唔到噶啦，又係。O K。如果講距離咧 ，Alpha Barnacle 我冇記錯應該係一米至兩米左右啦。咁你又擋唔到嘅又係。O K。係啊。即係度唔到嘅意思，即係你只能夠度到背景輻射啦。O、okay, K， 即係度唔到內源，內源嚟嗰啲。係啊，內源嗰啲你度唔到，係同平時冇內源一樣嘅，咁你只能話你度唔到啦，係啦。O K。係啦，咁啊，最後啦，啊 Gamma Wave 咧就勁抽啊！呢、這個你想擋佢咧，你要揾嚿鉛，仲要好厚嘅。係。係啊，我諗。10cm 啦，我谂厚起码，即系好厚噶咯喎，其实真系好厚，系啊，咁样封喺佢门摆喺面前，咁咧你就度唔到噶啦，应该，嗯，系啊，所以呢只嘢咧穿透力咧就好高嘅，系，因为只有光，其实你可以想象光啊嘛，咁你粒嗰粒嘢梗系细噶啦，又冇电荷喎，咁啊冇乜嘢可以吸引到佢啦。咁啊，自自然然啊，穿得過，穿得好遠啦，可以。嗯哼嗯哼。係啊，就知，但係咧，又好吊鬼地咧，依三隻嘢咧，同佢個硬奶先生翻嚟啱啱調翻轉嘅。其實依個 Gamma Wave 咧，雖然佢穿得好遠啊，但係如果當係同一即係、就是、一粒 Alpha Particle 啦，一粒 Beta Particle， 一粒 Gamma Wave 咧。一粒 Gamma Wave 咧，個硬奶先生翻嚟好雞嘅，係最雞嘅。係。係啦，因為佢就最緊要係佢係冇電荷，咁啊好難硬奶先生啦已經，同埋係啦，同跟住 Beta 就中間啦，佢有電荷，但係又冇咁重。係啊。係啦，咁啊最勁就 Alpha 啦，就咁嘅。係。係啦，依、這個有冇認識咗呢三隻嘢啦？即係呢個穿透力同個能量係成正反比嘅。係啦，係啦。啊！但係有一個問題，我諗大家都可能會問嘅就係、是，咁但係點解啲人又會擔心咁遠嘅幅度，啲輻射會影響到香港呢？係。係啊 ，Otis 知唔知點解？因為嗰啲放，因為嗰啲會嗰啲輻射源會飄過嚟香港。冇錯啦。就係啲人就擔心咧，就唔係頭先話啲 alpha beta gamma 嚟到香港，咁啊 gamma 就嚟到嘅，但係 alpha beta 一定嚟唔到啦。如果由幅度嗰個嚟，但係啲人擔心咧就係嗰啲輻射元素咧飄到嚟香港，係，即係譬如頭先講啊 uranium 啊、cesium 啊嗰啲，佢未放曬出嚟噶嘛，佢未咁快死啊嘛，一陣間會講下咩叫半衰期，咁啊你知係有壽命嘅呢、這個。輻射係啦，咁啊冇咁快死啦，咁啊啲人就驚咁樣嚟到，話啲源頭嚟到香港咁喎，喺我食物度啊，喺啲水度咁樣係咁射，係咁射，咁咪好驚啦。即係假設啲人知咩叫輻射先啦，咁我覺得啲人係唔知咩輻射噶，總之就覺得好恐怖嘅啫。其實對佢角喺佢角度嚟講就係、是、哇輻射就係好恐怖嘅嘢，就完噶啦已經。都是的，你不懂就那麼害怕，我也害怕的。其實我真的，其實就是擔心是需要，但是不是恐懼咯。我對這件事的立場是、okay. 啊、先怎麼說呢，統計這個確立我的對核能的立場先，免得那些人很喜歡呢，即係香港有啲人好中意一聽一啲唔係好啱聽嘅嘢咧，或者一啲反對聲音啦，或者小眾聲音啦，或者佢唔知中意聽嘅嘢啦，就會打成將人哋打成打手或者唔好，就不論人哋講啲嘢有冇 point 喎，仲要你冇 point， 人哋講啲嘢冇 point， 你話佢打手唔好都算啦，人哋講嘢係有 point， 想同你討論一下，你一句唔該一嘢劈埋佢就打手，真係好慘，我覺得。係啊，真係有時嗰啲人啊，冇辦法啦。有時啲人就衰，係咁啊。先啊，我自己就對核能呢件事咧，咁啊，就係首先要認識啦，同埋我對核能就覺得就
不贊成又不反對的。 OK， 是啊，之後講下啲核能安全，我會再講多啲。不過先講明先，我對件事是不支持，但亦不反對啊。係啦。OK。我講得太遠，翻返嚟先。咁誒，頭先講到啦，咁輻射有壽命啊。咁我哋物理學上係叫半衰期。咁乜東東嚟嘅咧？就係首先要認識一件事，就係輻射呢個過程咧係隨機嘅。啊，唔係講錯咗，係衰變呢個過程係隨機嘅。係隨機嘅。係啊，隨機，即係話我而家有100粒 uranium 喺度，佢就唔會同時變曬做放曬啲 alpha particle 出嚟嘅。佢可能上面嗰粒放，跟住可能下邊嗰粒又唔放咁樣嘅。O.K. 係，係啊，唔知幾時放，係中意又放，唔中意又唔放咁樣嘅，好得意嘅，即係好似量子力學咁樣樣啦，即係睇下佢中唔中意嘅啫。係啊，真係估佢唔到嘅。要計機率嘅，要計。係計機率嘅又係，係啦。咁啊，跟住咁咧，先至有一個變衰半衰期嘅，係啦。如果唔係，即係你幸運一夜放曬咁啊，一夜就死曬啦，冇曬啦啊，唔使講嘢啦，係嘛？哈哈。係啦，咁而個半衰期咧。就咁嘅，咁、那個輻射，即係個嗰個衰變咧，放出嚟咧，就開頭咧就好快嘅，嗯，跟住咧，但係之後咧就慢慢放緩，慢慢放緩，咁啊越嚟慢，越嚟慢，越嚟慢，跟住越嚟少，越嚟少噶，嗯，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啲輻即係放射性物質咧一出嚟嗰下咧，就、那個輻射係會最勁嘅，即係所以輻到嗰下爆嗰下咧，頭嗰幾日咧咪偏。會話最勁咧，最高峰時期，唔知幾多幾多咁樣嘅，跟住之後又跌嘅喎。啊，跟住跌波。即係之後跌就因為啲嘢散，即係本身嗰啲放射原子唔知開始散開咗第二度啦。另外就係啲輻射本身咧，係會放得望法，即係個強度冇放得咁多啦，冇放得咁快啊嘛，因為係就係咁。咁咧，所以依樣嘢叫半衰期。咁而最得意咧就係每一個元素每一個衰變過程咧個半衰期都唔一樣嘅，係啊，每一個衰變過程嘅半衰期都唔一樣。係啊，譬如話嘅 uranium 佢即係自然界揾到嘅 uranium 啦，頭先講有238啦，自然界揾到嘅全部都，嗯，咁佢本身都會衰變嘅，咁、那個衰變期咧佢就好長嘅。4.469×10^9咁多嘅個半衰期，即係44.6億年啦個半衰期係。即係對於人類嚟講，等於直到永遠㗎啦。啊，直到永遠係啊，而且係即係個衰變期咁長咧，你即係可以畫嗰條graph咧，即係可以基本上係平，而且係好雞嘅咁樣咧。哈哈。是啦，咁啊 ，CIS 我唔記得係咪好似我唔記得幾多年，唔係好長嘅，講緊係數十年到啦，印象中。係，哇，咁都好大件事喎，即係你潛伏嗰度幾十年。係啊，係啊，係啊，所以都係另一個令人擔心嘅嘢嚟嘅。係。如果即係 CIS 啊呢啲嘅，咁當然啦，好多好多唔同嘅。輻射物質嘅一個世界，即係譬如話，叫咩啊？碳十四啦，你聽過啦，應該係嘛？碳定連發佢用嗰只碳十四，冇印象，冇印象。碳定連發識啊啩？識碳連係啊，碳差連發啊嘛，碳唔知連檢定吧？碳連檢啊嘛，係啊，碳點樣可以用碳嚟電檢咧？就係有碳十四咁啊！依件嘢咧。就平時啲碳咧就唔係十四嘅，係十二嘅，咁啊佢又多兩粒中子，咁啊叫十四。係。啊。咁啊，咁咧，咁啊無啦多兩粒，通常都係唔穩定噶啦。通常啊，通常咧唔一定啊，通常就唔穩定噶啦。係。咁啊要放又放緊啲嘢出嚟，令自己舒服啲咧，佢就揀咗 alpha decay 啊，唔係揀咗 beta decay 啦，佢自己會做一個 beta decay。變咗做 nitrogen 嘅，係啦。
咁依佢本身咧，依、這個 DK 咧個半衰期係唔記得幾多年添，一時間唔記得咗。O K 長啦，唔知係啦。O、okay. K， 我記得好似係講用萬年嚟做 order， 好似。嗯嗯嗯嗯。係啦，咁上下啦。咁所以先係用依、這個，佢就用半衰期嚟，佢又度翻啊你一個物質。放出依個 beta decay 個量係即係你可仲可以度埋咧每一隻 decay 咧佢放出嚟嗰啲 particle 個 energy， 即係話呢個速度咧係唔同嘅，都隻隻都唔同嘅，所以你可以揾到你度到邊一隻 beta 加尼號係有邊種能量咧，你就知係邊一隻元素放出嚟噶啦。嗯。咁你可以度到啊。咁啊，某針某個某棵樹佢裏邊嗰啲 beta 某種能量嘅 beta 粒子個濃度係幾多？咁啊，可以計翻咁個嗰、那個叫咩？嗰、那個半衰期過咗幾多啊？即係過咗佢嘅半衰期幾多啦？係係係係係。啊，咁而從而去計翻個佢個年紀係幾多可以？啊！之前聽人講話呢個咁嘅碳定氮碳差連法都頗為唔準確嘅喎，點解咧？因為有一個幾大嘅亞心順嘅，就係先假設佢生前係嗰個裏邊嗰個碳十四嘅含量咧，係會不停咁換。咁咩意思咧？即係話個碳十四嘅含量咧，生前咧都係咁多嘅，同。同整個地球的環境都是這麼多的，因為整個地球的環境呢就很妙的，就是有些 causal wave 的存在呢就令到地球不停地產生一些碳十四出來的，是是的，所以個地球呢就會經常都有些新鮮的碳十四在這裡，是的，撈埋了二氧化碳或者其他物質呢，所以根據碳循環，二氧化碳就變做即生物裏面的碳，於是乎就所有東西在個地球呢，現在你都度到，我都可以度的，即我和 Otis 放出來的碳十四的 beta decay 呢，個量是應該差不多的，啊，當然啦，這個說它不準，可能說一千年前可能個 beta decay唔係嗰個 beta， 唔係嗰個碳十四個含量可能同依家啲唔同咧，你可以咁拗。O K 係。誒，就知，但係咁定年化唔係淨係得依只嘅，有好多種嘅。O K 係係係。係就係咁啦。咁啊，咁做科學嘅通常唔會淨係用死一個方法嚟 prove 飛件事嘅，係通常都唔會噶啦，一定會俾人插死，因為。咁啊，通常都唔會嘅，照計就。通常都不會一定會被人插死，因為正話一定插你，每一個實驗都會有一些缺陷和錯誤的 error 啦，佢叫，咁啊實被人插噶啦，而家你真係一個實驗做唔得噶，通常你要證明一件事，你起碼用幾個方法嚟做啊，咁你又會多人信啦，係啦，當然，講得太遠啦又。喂，是我在这里。是，那啊，讲完这个半衰期，其实大概的辐射的知识呢都讲得七成七七八八了。那啊，再讲多一点这么多，比如说即是一些我想比较常识化的，即是什么叫 background radiation 先，背景辐射。那我想 Otis 都知道 你对这件事知道多少。你啱啱都差唔多講咗啦，即係其實係冇特別叫加啲 source 喺度放輻射嘅時候，咁佢即係 by default 一定都會即係成日喺度嘅輻射咯。係啦，咁邊度嚟咧？cosmos wave 啊嘛，係咪 ray 啊嘛？係啊係啊，其中一隻啦。仲有啲咩咧？最咩？即譬如話咩啊？我聽我話呢個住等啲大廈嗰啲牆嘅都有噶噃。係啊，啲岩石裏邊咧都會含有一啲礦物，咁啲礦物有好多隻噶嘛，咁其中仲有幾隻係放射性，一啲都唔出奇啊。係啊，就話 uranium 隨時啲岩石裏邊都含有啲 uranium 喺裏邊。
嗱，應該係個含量係。因為 Melium 都係一個地球上幾容易揾到嘅元素嚟嘅。係，但係就即係佢啲含量係好少，但係不足以影響我哋個生活噶嘛。咁當然啦，都係嗰句啦 ，background radiation 都頂唔住佢死嘅要。明白明白。應該一早死咗噶啦，所以唔需要問呢個問題。係一早唔存在一種生物，應該係。係一早死曬嘅，所以唔需要問呢個問題。係係啊，咁啊，係啊，咁仲嘅最啊最得意咧，就係你食嘢都會有嘅。係啊，食嘢，譬如話咧，你食蕉咧，係會都每一次咧都會接受到啲咁多輻射噶。嗯。因為蕉裏邊咧，又含有一個。很多的鈉元素 potassium 咁咧，嗰啲鈉咧，咁其中一隻同位素咧係輻射性嘅，係咁啊，總有噶啦。雖然唔係最多，即係最多就係、是、最多就係最穩定冇輻射嗰只啦。但係總有啲咁多係噶嘛。咁啊，你嗰啲咁多都令你接受咗啲輻射嘅。嗯，你可以揾支蕉，揾支蕉指人哋射嗰啲輻射。點射啊？呢啲蕉指住。咁咪射啊！系啊，射埋自己，即系锁住伸只蕉过去咪射咯 ，keep 住射噶嘛。个半衰期好长噶，我冇记错。O K， 好，好好好，仲有就系好有趣啊，超有趣啊。仲有最有趣咩？就系、是、其实你辐射里边，即、就、系、是、个背景辐射里边。最多的來源呢就其實剛才說的那堆都不是最多，最多呢是反而是你我們空氣裡面一樣東西叫氫氣 Vapor 啊哈氫氣，那那隻東西呢是輻射性的，雖然是很少很少很少，即是大氣含量是很少很少很少，但是都是輻射性的，那那些東西呢啊哈，即是每一天都接受著我們是咩咧？吓，咪就系氫氣咯。哦，即系喺我即系氫氣喺人體人裏邊，就是、空氣裏邊嘅氫氣，空氣裏邊嘅氫氣。哦，系啊，系啊。咁啊，每一日我哋都係吸緊，系啊。嗯。冇錯啦。咁、okay. 啊，同埋依對於依樣嘢咧，就所以要建議大家咧，屋企咧最好咧就通風一啲。系。如果不通風咧，啲氫氣積埋積埋咧，你屋企就會輻射咧，就會好高嘅。嗱，當然啦，永遠都高唔過核電廠嘅，但係會比平時高啲啊，係啊。係。咁啊，係咪輻射都好啦？空氣屋企應該係流通啲嘅空氣，係啦。咁啊，人都正常啲啊，係啦。係。係啊。咁嗱，講完背景輻射咧，但係我想大家知道嘅一啲。那個叫什麼輻射的單位，即雖然有很多隻但是知一隻先起碼即最我們最常用的會是、叫 SV 的一個單位，就是度那個輻射。嗯，是的。那 SV 的單位呢、是應該是冇記錯咧，係轉翻做物理啲咧，就係 joule per second， 即係 joule 係能量嘅單位，焦耳啊，嗯，即係每秒接受咗幾多焦耳能量嘅輻射，咁啊就叫 SV 啊，一個 SV 啊。焦耳我就係喺打波機買嗰啲模型槍嘅時候，嗰啲焦耳聽過啫。係啊，咁其實都係一樣啫。無形槍都係講緊嗰支槍射出嚟嗰粒嘢有幾多能量，就叫焦耳啦。啊，一樣嘅。咁啊，能量單位就係焦耳啦。係。Universal 嘅呢個，全世界都係咁啦。跟住咧，係 A， 係我喺度。唔好意思，我錯。欸、我找回我揾翻啲資料啦，我講錯咗，唔係 per second， 係 per kg 先啦。唔係 per second， 係 per kg。係，更正，係 per kg， 係啲、okay. 記憶力成日都係咁啦，錯咗。誒，係，唔緊要，我完全發現唔到，一模完全唔得嘅。唔得㗎，呢啲嘢好重要㗎，俾人講錯咧又捉腳痛腳㗎會。O K， 係。即係講錯一樣嘢咧，跟住啲人就會推翻曬你之前講嗰啲嘢錯咯。O K， 係啊。
好重要啊呢啲，系啦，跟住咧啊，咁一啲 fats 啦，就系譬如话联合国核子能源机构喺2011年发表嘅一个世界上平均嘅背景辐射咧，就大概系每年有3毫 SV 啦，即系 mini SV 啦，我叫。嗯哼，即系零一千分之三个 SV 啦，即系个意思就系系啦，咁啊，唔系有个概念先啦，咁啊呢种又好少噶啦，其实少噶啦，唔少啊，系啊，咁啊，咁我又抄咗啲资料咧，就对比翻三个城市嘅背景辐射啦，呢个系。以下數據是每個鐘的背景輻射是多少是是是首先是香港、最近期啦就是6月9號的即是昨天我即是我們來說是昨天6月9號的輻射呢就是每秒有 0.1 個、microSV 那麼多的即是 micro 是不是10萬、啊、還是100萬、啊、不記得了好像100萬咁啊，0.1即系仲要再细啲啊，系啦。O K， 即系总之基本上唔使理咁就系啦。即系好又好细啊。嗱，你一会讲下几多先对人有影响咧，咁你先有啲概念嘅，系啦。系系。咁啊，我又揾咗呢个喺日本呢个文部省咧，就揾咗两个城市啊。首先就系第一个我住紧嗰个大阪啦。嗯。就系、是。個數字咧係六月七號嘅，大阪係0.043，大阪0.043 micro SV per hour 嘅，即係仲少過香港喎、啊，仲少過香港嘅、嗯，我不嬲都話仲少過香港，冇人信嘅話俾你聽，係冇人信我嘅，好唔開心，係啦，跟住咧就講福島啦，大家都好擔心嘅福島啦。咁、嗯、福島啊，真係幾都頗高嘅，都冇話幾啊，頗高一啲嘢就係0.81嘅，係0.8 micro SV per second， 係啊，咁啊，咁的確係比平時高啲啊，但係都未至於對人有咩大影響，其實呢、這個數字嚟講，係咁點樣先對人有影響咧？嗱、啊，譬如話舉個例子。當你有一日啦，當你一日計，你一日中個輻射係幾多先至有事咧？起碼要係0.25個 SV 一日喎，以上先至有啲可見嘅影響喎。零點幾多話？0.25 SV 先有啲影響，有啲影響。一日計，有啲影響就係啦，即係0.25到3咧，個 SV 咧個影響咧，就大概係你會有啲食慾不振啦，有啲嘔心啦，有啲骨髓皮臟可能會有少少受損嘅。係啦，咁而再勁啲啦，3到6嘅 SV 咧就開始出現啲有啲出血啊、吐瀉啊、甩皮嗰啲嘢嘅，如果唔去醫咧，可能會死添，系啦，系咁啊，再勁啲，如果6以上咧，就太勁啦，通常係會瓜嘅，即刻死嘅，系啊，但都差好遠啦，你要勁多成60倍先得，係好勁，講你可以諗下喎，你係頭先。SV 是 joule per second， 但是平時我們這個背景輻射每個鐘都是說0.1個 micro SV 而已，你想想要勁很多你才會死，是直接死的。但就算一般來說，我們覺得長期暴露在那些這樣的輻射之下其實都很危險的嘛。是的，長期呢就難說一點，因為這個是要講啲好複雜嘅統計啦，要用去到，同埋
你又要想下怎麼說呢，輻射對 cancer， 即輻射怎樣引致 cancer， 又或者怎樣形成 cancer， 你要認識這件事，如果不是你又不知道究竟輻射和 cancer 有什麼關係。嗯，我睇你都入排講啊！喂，而家就睇睇個鐘咧，咁就已經都錄咗成1分1.05分鐘噶啦，咁樣樣咯。嗯，咁就喂，不如就如果就有啲咩留翻下次再講啦。好啊，好啊。你有冇嘢想補充？即係覺得要而家講埋先嘅。你介唔介意講埋輻射對人嘅一啲病嘅影響？不過可能太長，可能因為要牽涉到講一些 cancer 同輻射同 cancer 嘅關係，都係留翻下次先。係留翻下次先啦，都好長下咁樣。喂，咁啊，真係好多謝 Toby， 即係每一次都上嚟就嚇，跟住分享好多科學嘅知識俾我哋咧。咁樣樣。